怎么那么淡定啊？快点惊讶一下，快点！哇！当佳佳正在心情数龙虾壳的时候，伯母还是努力不懈的继续在吃。伯母下次要再来吃龙虾的话，你愿意要来吗？要。被美食优惠情报啊！噔噔！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多少？100只什么龙虾？哦，那现在先把我们的战利品拿出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战利品拿出来之前，我们还有这一盘呢。啊，还有这一盘我们的生蚝种来哦。对，这是我们刚刚已经吃完的，来自广岛生蚝，超大生蚝。对对，然后我们再数一下，还有几个。新鲜直送，哎，不用加柠檬汁哦，非常新鲜，好吃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好来准备把我们战利品拿出来。那么为了避免浪费，我们已经把刚刚吃过的，哎，太重了，圣诞老公公，来，这一袋就是刚刚吃过的龙虾壳。各位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数一下，我们今天大概总共吃了几只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叠成龙虾塔。那我们就请今天六位大胃王一起来把香槟塔把它排成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Oh my god！ 今天这个可是北海道广岛生蚝海鲜塔，满满的生蚝。您的选择是对的，伯母。您的选择是对的。今天我两边都想吃的想吃。因为我妈以前是超级海鲜王，她可以吃那个虾子，食量没那么多。她的虾子可以吃到像山一样那么高，真的哈。实体，还有那个刀。Oh my god！好，来，我们先算一下第一排的话，因为排成龙虾塔的话，我们要一层一层叠上去，所以第一排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总共有10只，4、6、8、10。好，这另外这一排，2、4、6、8、10。好，开始排第二排。好，第二排是这样子，排啊有，跨界啊公益啊，这个头脑无去啊。很像九只哎，九只好来了。等，停！我的，啊，你九只吗？对。第二排算一下。来，2、4、6、8、9，单。另外一排。2、4、6、8、9，所以现在总共是多少？10+10+20+98，38。好，好，继续努力。来，第三排。一。第三排的话是8只。8只。3、4、5、6。好，开始讲。对，我们今天只吃了76只的龙虾，半只，所以76除以2的话是只有36只，所以今天100只龙虾挑战失败，挑战失败。然后算一下我们今天那个生蚝的部分总共吃了几个，好，把它排成一排。可以的呢，了不起！天哪，叠上去，要叠上去吧？不用，一排把它拉开就好，这样比较壮观一点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要生蚝总共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8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所以总共只吃了35颗生蚝，果然是赔钱货。OK， 放宽一点。我们这位伯母呢，还是非常辛勤的在吃。这位伯母，嗨，大家在算龙虾跟生蚝，可是他还是非常努力在吃。enjoy 啊，这是什么？你们放你们的，我吃我的。对，伯母，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，伯母？那个，我看这位先生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跟他拍照一下啊。
今天总共只吃了36只的龙虾，所以挑战失败。对对对，只有36。对啊，真的是太逊了。这个应该要合高一点才漂亮，这也太平了。哦，马上怎么那么淡定啊？快点惊讶一下会员、啊。哇！当佳佳正在心情数龙虾壳的时候，伯母还是努力不懈的继续在吃。伯母下次要再来吃龙虾的话， yeah, 你愿意要来吗？呀、yeah. yeah.！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战果，只吃了36只龙虾，加52颗生蚝、嗯，挑战失败。挑战失败。为了不造成餐厅的困扰呢，我们吃完的时候有自备垃圾袋，把刚刚吃完的龙虾壳跟生蚝壳都直接帮餐厅打包好了，收得干干净净的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啊、哦，我们请我们的大胃王小姐帮我们拿起来一下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。今天晚上谁要补一下？要吃补吃补。好，丢了丢了。好来。对，是的。哇哇，好补哦。哎，喝吧。好。哥哥他猜拳输了。所以今天就是他最补，他喝。你最补，喝喝喝。